Ué, Uai, hello, você... uai,你叫做哇哇哇，又嚟咯！今日有好似有啲二手介绍系咪啊？系啊，全部二手，嗱嗱啲标先，哇，今日啲好嘢嚟噶，全咦部，系喎，全部都嗱好嗱嘢嚟先，嘅，有 IWC 啊，Panerai、Omega 啦，又系啊，有布劳加力迪士啦，啊，系啊。有啲好熟口熟面喎，嗰只Bulgari 好似之前都介绍过喎。系啊，我今日就有Omega 开始啦。欧米伽住先，好，哇，只只都好啊，好叫做精选嚟嘅呢啲系 C Master 呢只系嘛？真系好嘅牌子啊！C Master 嘅海马300啦，呢只 Omega。呢只系黑圈黑面，早排咪有只蓝圈蓝面嘅？系啊，卖咗啦，今次翻咗只黑面。哦，黑面，上次嗰只就蓝圈蓝面，今次黑圈黑面，都咁呢好只多人买噶，黑面都。黑圈黑面就襟睇啲吓，咁样呢只系二手都几新净，我望落都。望下先，有啲使用痕迹咯，有啲即就正常嘅。冇上次嗰只蓝色咁新，好似系啊，有啲使用痕迹咯，但系都系正常嘅，即系冇崩嗰啲嘅。唔紧要啊！你啲价钱总反体映嚟一都切啊，算新正嘅，系啊。价钱反映一切咁啊！呢只二手嚟讲睇先，佢系正标定系 full set 咧？呢只系 full set 嘅，咁系2022年7月标嘅。即系半年都未到嘅，未够一年，有半年。哦，OK。即系一系啊年系标啊，唔够，上咁啊，次嗰只就3年标到咯，系啦，蓝色嗰只长啲个好年嗰只份。已经拆咗啦，系啊，呢只个年份就新啲咯，系2022年嘅7月咯，年份新啲正唔够常一咯。年吓，咁啊呢只佢系就系散使嗰个用面痕积迹就啊嘛。多少少系咪系啊，使用嘢多少少，不过正常使用痕迹嘅。啊？呢唔啲紧要可嘅，以，有兴趣执有得执嘅呢啲。唔系呢啲好简单嘅就要执，最紧要系冇崩啊！系 啊，冇崩啊，正常嘅使用喺痕迹，正即系常有发大丝咯。花呢啲，其实系可以去淡化嘅。系啊，可以翻到全身添，呢但系只又冇乜必要咯。系系啊啦，系啊，最紧要玻璃冇崩，同埋呢个标身标壳啊啲又冇崩啊。系啊，玻璃崩真系冇得搞，OK，啊，同系埋啊，嗰个个壳就冇所谓嘅。陶瓷圈啦，陶瓷圈都唔好崩啦。系啊，黑咁啊，色面就襟睇啲咯。年份新就冇紧要嘅，咁啊最紧要价钱就吓吸引啦。当然啦，价啊，钱。咁啊睇下呢个 full set 嘅新年份嘅 C Master 啦，咁就呢个价钱就几多啊？咁呢只 Omega C Master 系 full set 嘅，天文台认证有300米防水。咁呢只系2022年7月标。咁呢只嘅二售价系31,000。31,000。争200个，好系啊，似平过上次嗰只之前少少，我记得。争200蚊到啦，系啦，因为系，佢个月份新啲啦，系咯。明白。31,000咁就个年份新，咁啊有兴趣可以睇睇，咁啊 full set 嘅啊。肤色，系啦，咁都有好，5年保用嘅，咁仲系，有4年保用啦，系啦，系好，咁下一 Omega。只咧咁下一只介绍Panerai，，D 仔呢系啦，D 只仔。系哦，OK，咁就系都系44mm 大。个 size 啦，系啦，大装啦，胶四带啊4mm 嚟嘅系啊，真胶带嘅，咁就呢只嘅年份系咪旧啲啊？见到黄黄地嘅喎，已经。系啊，大师呢只系2011年嘅表啊，佢唔系变黄噶，呢只系本身佢做嗰个颜色个 design 系咁样嘅，即系佢嗰个本身嘅预设嘅颜色嚟嘅，3文字表就面系唔嘛？系变黄色，系啊，系三因为文见字到表下面面 Swiss Made 咧，佢又唔系 T 喎，就初。唔系 T 系啦。我初见到以为 T 系 L 嚟噶，唔系 T 啊，系啊，而个 T 面就系2011年耐咯，噶啦系啦，，L 面唔知点解我都唔知，但系见到黄色，系啦，咁就有啲复古嘅感觉啦，嗰个夜光，复古嘅味道啦，咁有个蝴蝶扣啦，连胶带，蝴蝶扣连胶带都系有啲使用痕迹啦，啲二手嘅话就，系啊，有戴过咯，使用痕啊，迹有，咁系啦，就有双边冇？蝴蝶扣。full set 定系正标咧就有，呢只系 full set 嘅，2011年7月标嘅，咁都系系 full 麦比 set。嘅，2011年咁啊，12年呀，都有啲历史嘅呢只都，直情喺专门店买噶呢只表，系，系啊，好，咁呢只有咩价钱呢？咁呢只等等啊，
44mm 呢只 Panerai 系2011年7月标嘅，咁呢只标嘅二手价系27,000。27,000，四十四 mm 跟胶带嘅一条带啫系嘛？咁一条胶带嚟嘅系，咁有个放大镜喺即系原装嘅胶带咯，咁有个放大镜，即系装胶带系原装胶带，但好新上我只标 OK 嘅，即系又好起码接近九成啦。啊，咪多嗰句啦，即系使用痕迹有得执嘅，系啦，系啊系啊，有啲使用痕迹嘅系都有啲系。正常的扣啊有少少咯，系啦，刮到咯，系咯，27,000 full set， 好啊，咁啊有兴趣睇睇啦，去到下一只我有，好下一只介绍Bulgari 系边款咧？呢只哦呢只有冇见过咧？睇系咪嗰只 Auto 嗰只啊？呢只唔系啊，呢只系钢板嘅超薄咯，我之前介绍都系钛金属嘅，呢只就钢嘅。我呢只系咪珍珠陀嗰只啊？系啊系啊 ，Auto Finance 模系珍珠陀嗰只。珍珠陀系一睇就抵啊，系啦，珍珠陀。嗱，乍眼望落去咧，以为系手上链啦，因为唔见咗个陀，咁其实唔系啊，个陀喺度噶，只不过系好细匿埋咗。系啊，珍珠陀啊，好薄啊，佢机身喺度咁好得意嘅呢只。哇，个珍珠抛晒鱼鳞纹，珍珠陀抛晒鱼鳞纹，好靓啊！呢个机身就好出名啦。36寫啊，系啊，都系佢自家机芯啦，当然系啊，系呢只系 Bulgari 先专用嘅机芯嚟啦。冇错。哦，咁呢个咁薄嘅，咁样就机械珍珠陀，咁应该系。咁有个小秒针啦。呢只系 full set 嘅。系啊，通常 Bulgari 都好多都系 full set 嘅，一去到即系呢个系列咧，我见啲二手好多都系 full set 嘅。系啊，系啊。好咁就好靓啊！佢个圈，同埋都系抛光板超薄咯。咪有啲人中意钛，有啲人中意钢嘅呢一只。而家呢只系钛嚟噶嘛？呢只钢嚟，呢只钢嚟噶，即系之前介绍都系钛嚟。钛系啊，钛嗰啲就好似瓦色啲嘅偏向，呢只系另新啲啊。另新呢个另新啲啊，好睇好多，系啊。咪要个个唔同啊！有啲人戴瓦色好睇啲。系咪另新有个好处？有啲即系花啊，或者嗰啲发丝啊，嗰啲系可以打可以抛咯。如果钛金属咧，花就难搞少少。系啦，都搞到，好正啲，系钢都好正。呢只黑面就好坑睇啊，黑面。呢只个 size 系几多啊？大概40mm 个粒粒。40 OK 啊，唔系太大。其实啱啱好，我只觉得。不过上手真系方形40差唔多噶啦，再大啲就要强劲臂弯噶啦。但系上手好型咯，呢个作为四方标嚟讲咯，系咯。好，咁呢只咧，呢只有咩价钱咧？有。咁呢只 Bulgari 系 full set 嘅，咁呢只保养就去到2023年嘅10月份嘅。系。咁又咁呢只标嘅二手价系64,800蚊。64,800啊，咁系啊，有卡有盒嘅，系啊。呢只咁保养去到今年10月。呢只机芯我印象中都系唔会太平嘅。系啊，好灵。64,800，好啦，已经系啊，都原价十几嘅呢啲。系啊系啊。但冇计，因为佢差唔多全球最薄嗰啲机芯嚟嘅。系。未去到全球，即系未去到最薄嘅。即系前三。咁最薄就同佢唔系争太多嘅啫。但系好靓嘅。最薄嗰只系另一个比较贵少少嘅牌子。唔系上手都好舒服啊。唔系话特别重咯，系啊，机身上边好咁啊，六又零身，但个款系几靓嘅，抛光系啊，蝴蝶扣啦，系啊，系咁啊。咁下一只介绍系劳力士，哦呢只啊，呢只熟啊，大家2160，呢只讲2160啊，系啊，呢只大呢只大橙嚟嘅，大黑橙，系啊，大黑橙嚟嘅就。呢只相信大家都熟噶啦，讲个年份，讲个价钱已经得噶啦。嗰只猪头系咪？呢只系猪头嘅，咁大概系2010几年标啦。系，冇错。咁呢只标系正标嘅，不过佢就好新正嘅只标。正标，但系就知道系猪头。系啦，猪头，因为佢有个内影咯，佢见到嗰、那个号码咯，系啦。哦，内影嘅 check 到 number。系啊，内影见到有组数字喺度，因为有内影嗰啲标就唔会太旧嘅，都系喺2017年之后。系啊系，呢只就2010几年系，唔会太旧。咁都系有黄金噶，
系啊一，Real 大黑 GMT 大黑橙咯，我哋叫做呢只。嗯，冇错。咁呢只几钱啊？大黑橙正标有几钱呢？咁呢只大坑橙劳力士嘅二售价系62,000正标嘅枝头，六平咗好多，万二正标枝头，系 啦，买咗只，抵玩喎，真买咗系。只 GMT 喎。啊，咁呢只啊，就系但 GMT 嚟噶，系咯，又橙买色咗，GMT。但就枝头唔知道系咩 number，系咪888唔知啊嗰时，你冇噶啦，冇咗张卡就唔知系噶啊啦，系系啊，冇唔嗰张知，卡即系就唔知道知啦佢都，个年份大概系啊，系2019年咯，系啊，大不过概。呢啲唔系有兴趣知嘅上行可能会应该 check 到嘅，嗯，冇错，系想捞行就 check 到啦。但系好新鲜啊，成只表系好新鲜，好，九咁啊成六。以上。六万二大黑橙正标，咁啊有兴嗯，趣买呢个劳力士运动款式嘅咧，咁呢个价钱其实都差唔多噶啦，入门价咁制啦。系啊系啊，抵啊，玩啦，系啊。讲运动表嚟讲，好，啊下一好，只下一介只绍 IWC 啦，IWC 依介绍啊，葡七啊呢只，呢只系葡萄牙哦七呢日只真系莲，蒲七啦，见到3点位有个7日链嗰个盘喺系度。啦，冇错。咁小秒哇！盘喺9点位啦，我成日而觉家得呢只表咧个啊，机芯系靓过个面嘅。呢只劲啊，7日链，而家已经望到仲有2日半啊，可以行到。系啊系啊，睇个底就知啦，睇个表底就知啦，即系哇，犀超靓。利！即系佢其实开个到咧，机成芯个机壳系啦，系啊，攞到成尽个机啊，壳攞到尽嘅，真系。攞到尽啊，哇，好大个啤领啊，大啤教到领，尽啊，即系呢冇乜缘个呢只机表芯其实。你想只表细只啲都唔得，冇错，即系都唔使话嗰个嗰个机芯嗰个固定嗰、那个固定圈咧，都唔使一直装落机壳嗰度咁滞啦。冇系错，啊，摆位啊，打磨啊，各样嘢都冇乜挑剔呢只系表，啦，系啦，31系特线，别嘅，嗯，好蒲七呢个蒲七就都算几新净啦，好似都使用痕迹都唔系太多啊嘛。系啊系啊，唔系好多使用痕迹，咁都系有个蝴蝶扣啦。系咁靓仔，相信应该都系 full set 嘅咩？系啊，呢只系肤色嘅，咁呢只葡萄牙系2017年标嘅，啊，2017年标咁啊，蒲七即系讲紧系6年标啦。好正啊，系啊，条原装皮带都好新净下，我见到。系啊，好新正啊系咯，，OK 嘅，呢而只家应该原系价好似差唔多阿十文一牛万皮，鳄鱼皮嚟噶，鳄鳄鱼鱼皮皮嚟嚟嘅，噶。系啊，IWC 系用紧真哦，鳄鱼系，皮系。好，仲要鳄鱼皮好带靓，添，好靓噶，好靓噶，鳄鱼皮蛋。好，咁啊，呢只咁又几多钱咧？Full set，咁呢只 IWC 葡萄牙七日链，佢系2017年标肤色嘅。咁呢只表嘅二手价系48,800嘅，四即系平咗万好八多，千八，咁就买到呢大个概系 IWC 啦，44 mm 啦，系啊，烧冷44 mm，针，即系系平咗好多呢烧只，冷针啊，系啊，都系烧冷佢个针嚟设噶。计，index 系烧冷你针见嚟佢嘅，设计哦。up and down 咯，系啦，系，RM 单系啦，好厉好正害，啊！蓝色 index 蓝色时原分价好似针，10万松啲咁上，我唔系好记得啦，差不多大概都系，六位数字啊，要我记得，冇错，好咁系二手就真系大而多家咯，4万零蚊可以买到呢只蒲七啦，系啊，七日链全咯，身如果仲要要 full 我 set，谂我系啊，全身就算折咗，我谂都要7个几嘅，啊哈，明白，咁有应二该要手去睇分。玩啦。二手大玩呢只，地王地王，好，咁啊，有兴趣就要 capture 啦，呢啲咁抵玩嘅表。系啊系啊，因为二手得而一家只，平咗咯，真系我知道。嗯，你唔好，如果你唔介意年份，其实呢只嗰个性价比好高。性价比高啊，你其实佢攞个嚟年份戴佢啩都系，OK，讲6年，其实系啊系啊，六年同10年都一样其啊，实都系冇保其养实噶。冇分别嘅，我自己觉系得系啦，啊，系年份上冇问题，系自己即系呢戴啫啲，OK，就牌子睇就 condition care 呢样咯，嘢咯，即系某啊。啲牌子 care 呢样嘢咯。有興趣就要睇下 condition 啦，即係試系啊下嗰、，OK 嘅那個 condition，系係啊，啦，即係靓表噶呢面只珍 condition 珠機板，芯行得準唔準確，嘅相機望一好望就知清啊，啦，白色面系係值啦，得入手嘅呢只表，我觉系得。啊系啊，好，咁下一只介绍 Bulgari 都系，Bulgari 好依介，仲有 Bulgari 啊？睇下个款但先，依大只好特师，別㗎，啱啱睇咗，我头先攞上手睇，咦，呢熟口熟面喎，曾幾何時都出現過嘅喎。
系啊，酒系啊，桶型嘅 Bulgari 啦，系啊，但系呢系只咯，表咧，佢个 size 有少少唔同噶，呢只表细啲嘅，系啊，之试下前试啊系咩？超级强劲臂弯噶嘛，系系啊，啊，之前要超级强劲臂弯先戴到呢只噶，连我都戴到啊，四十四啊咩？系啊，呢即只系西好装亲啊，民啊，系啊，细装啊，好亲民啊，真佢系。细少少咯，但系就其实争嗰少少就争好远噶啦，但系呢只个形态咧，点细咧都唔会太细，我觉得。系啊，唔会太细。系因啊，为酒桶成型唔只会攞太得准，因为细。大嗰只咧就之前介绍打只真系好巨型嘅，系啊，系啊，冇嗰只错，真系强劲臂弯啦。系啊，咁呢只系啦。细装可能嗰、那个接受嘅程度会更加高新净咯，接近 NOS 状态啊！我要啊，讲，九成以上身啊，系啊，哇，咁厉抢害，手咁样咯，即系唔算强劲臂弯系，都大到其咯。实佢咧呢只咧唔系黑面嚟嘅，我查过咧，呢只系蓝加黑咁样嘅，蓝加黑。即系佢系。系如果佢 standard 嚟讲，呢只叫蓝面咯。系咯，望落都见佢都唔系黑啊，佢系系啊，但系有少少你正灰面蓝嘅望感就觉黑添。啲，系啦，有啲放射嘅效果咯。系啊，蓝灰得嚟有蓝啊，呢少少只系，偏灰喎，好似。冇错冇错。啊，好重要计时嚟嘅呢只，咁就有盒嘅应该系嘛？呢只系肤色嘅，咁有卡有盒嘅，系咁啊，叫呢乜只嘢靓啫？啊，啲打磨你见到嗰啲抛光拉丝都做得好。哇！你睇下，而家都做得好靓呢只，咁呢只细超装级，反而我觉得会真系可能嗰个接即受系程度会高啲添，同埋啱好多人戴咯，呢只真系啊，真系系，接受因程为度未高必啲，需要强劲臂弯嘅，系啊，因为之前都唔知有呢个 size，我系以为啊，呢只之前好大大嗰只型我嘅，之前我接触我戴我都觉得巨型噶，大嗰只真系，系咯，但嗯。系呢只就真系好多人都戴到。大师 OK 48。唔但而家呢只西装，我觉得我哋呢啲一般男士手型都系戴到咯，唔需要太瘦咯只手。佢连出师傅，你睇下佢个手型都唔出嘅，即系唔都出噶，我可系以啊，嗰个耳系都啊唔会，OK 嘅，都可以戴到唔会吓，即系我凹，相信呢只系啊，嗰个接受性会高啲，即系大部分人比都较可贴以 carry 手啊，到要呢只。佢呢只表冇贴错手冇啲错，系啊。好啦，讲价钱啦，好呢只我咁呢特只别嘅表，布几钱呢？系啦，Bulgari 肤色呢只记事表系二手价系15,800蚊，有15,000几嘅咋？系啊，四十四我初初 mm，以睇为下。20,000几添。个 size 问题系佢，系不过个 OK size 嘅，细啲就平啲啦。系啦，冇错，哦，抵咁啊玩啦，抵玩。呢只仲易玩喎，真系仲容易 carry 喎，真系。冇错，啱啲不算强劲臂弯嘅朋友啦，系系啦，啊，咁都可正以下常到啦。手都戴到大细手都大到，一大万细五手千 OK 八啊，应即系呢该个比都较如果。亲民啲啊，呢、这个 size。如果中意呢个款嘅朋友或者中意呢个牌子嘅朋友咧，15,000几咁都值得考虑入手嘅啫。啊，技师嘅呢只，好，咁啊，今日介绍咗二手，仲有冇啊？系咪差唔多啦？仲有一只仲有长啊？盒哇，咁多啊，嘅今未日，介绍，算唔算彩蛋咧？咦，但咁试靓嘅下，盒，喂，咁咩？快开咗嘅，我仲谂住嚟个开箱嘅，系啦，呢咦，咩嚟只嘅呢劳只？力士嚟嘅，做乜劳力士盒咁样嘅咩？实拎嚟嘅呢个系，切嚟嚟似啊嚟嚟，，Salini 哇，少啊，见喎、系长盒嚟噶，特啊，哇，别真啊，系特别少嘅。见喎、啊，劳力士有个咁嘅盒嘅，我真系未见过啊，系啊，好少见啊！但系好少见，好少 Eddie 见，同我真系，开个盒，全 Lini 切哇！令，呢只表都少见喎，呢个型点解系呢个型呢嘅？啲系咪啲古董嚟噶？但系个盒咁新望嘅。望先，因为佢咧其实dress watch 咯算系，但系通常咧你戴 low 嘅正装表通常系 day dress 同 day day 噶嘛，系。少见其实好喎。多人就忽略咗呢个系列嘅，呢个系列就好鬼多表啊，其实。切嚟嚟，呢个系列真系好少，但系嗱，我就有少少疑问啦。呢只表个款咧就都几古旧下嘅，似啲60、70年代咁样。咁但系个盒咧咁新净嘅，究竟系咩来头呢只？因为佢唔系古董嚟嘅呢只，唔其系实呢古只表董，2018年出嘅，2018年标嘅哇，呢咁只系表五系年啦，标嘅不咋？算好旧，有卡系嘅，啊系啊，唔算好旧，有卡有盒咯。哇，5年标嚟讲，真系啲近代嘢嚟嘅，但系个款就好古老喎。但好特别哦，款型。系，好明白，呢个系即系比较另类啲嘅劳力士嘅系列啦，应该就系、系啊，是，就系 Just Watch 噶啦呢只。军标字啊，冇断字啊，1至12系啊。咦，咁佢嘅物料咧，望落去金金地色嘅，系咯，金色嘅喎呢啲，嗱呢有只金咧，有钢喎，佢嗰个圈咧，其实就18K 玫瑰金嚟嘅，系实金嚟嘅。实金，咁另外咧个壳咧，其实系18K 白金嚟嘅，个壳啊嘛，我见即系到呢只个表钢系啊，白金表嚟嘅。
但你可以睇啊，下个底，得你唔？见到佢。不过要用放大镜睇下呢一个呢、这个喺呢个位置啊。系啦。其实佢就一个系劳力士 logo 啦，一个就系讲紧佢一个系18K 白金啦，一个就系18K 玫瑰金嘅就 logo 话呢三个 logo，不过真系要嘅认证。放大镜睇啦。哦，明咁我白。喺呢度就见唔到嘅，放唔嗱，放因为大成咯？个壳都系18K 金嚟嘅，即系有玫瑰金，有白金。咁同我望到咧，都有啲系咪嗰啲使用痕迹定系啲纹嚟嘅？都系啊，有啲因为咧，其实几花金下标嘅，咧，系因为金标比较软啲啊，真系会比较软系花嘅。系啊系啊，但系呢有啲啲其使实用咧，痕迹嘅。其实呢啲系一佢原汁原味冇翻新过啫。唔系其实唔佢好翻身啊，绝唔使对唔翻好新翻噶啦，身，金系标啦，系啊，呢啲明噶啦，金我标相唔信。使噶，即系唔系冇错。钢标或者只钢标，就或者系抛光打磨啊。即系金标嚟系啊，讲咧，即系等于咧，我哋戴金链啊、金手镯啊啲咧，就系真嗰系种会使用痕迹。系啦，系唔会走去追少翻咗翻噶，翻你光抛明咗嘅。之后，系啊，系啦，错系越啊，嚟越少嘅，所以都系正常嘅，都明白嘅。可以抹一抹佢咁嘅。有一条啡色嘅鳄鱼皮蛋啦，鳄鱼皮蛋，装噶呢哇，条，跟鳄鱼皮同蛋埋个只，扣都系750嘅，个扣都系750。系啦，zoom 近啲俾你睇下呢度啦，哦，系750，喎，咁咪系就啦，成只好嘢啊！呢只系啦，鳄鱼皮蛋啦。系喎，呢只真系好鳄鱼嗰只，都系真鳄鱼啊！可以配个条做个条带得嘅。但系呢条带就好新净嘅，如果迟啲有需要都可以我做呢条嘅。我皮谂呢鳄鱼皮带个底咧系好鳄鱼个面喎，系啊，佢个表面就鳄鱼纹咯，咁个底就好嗰似鳄个鱼系咯，底个骨靓啲喎。系系啊，啊。个底面靓啲好啊，似都用骨咗靓啲嘅某一带，啲，即系某啲部分嘅即系鳄鱼肚、幼鳄鱼骨纹嘅啊皮嗰就样嘢，做咗个底啊，但粗系个纹就底做咗面就啊。系啊，咁会襟睇，唔系即系个底会襟啲咯，系咯。会鳄鱼明白，纹，鳄鱼皮就襟啲咯。系啦系啦，鳄鱼皮好襟咁啊，啊，好特别噶呢只表咧，得两支针噶咋，佢冇秒针噶，冇系秒啊，针。咁但系都两系支几针，呢？即系呢个自动定系上链咁样？手上链啊呢只，好似叫手上链，个机身 check 好似4413好似，我试下先，系我手上链，多多声，4233有多啊，系声，啊，四二三三系咪？系表弟嗰度有写住。4233机身系啦呢个。好，系啦，明四白。二三三，咁呢啲系另类啲嘅劳力士啊，贵嘢啊，相信有呢只啲都唔我觉得有啲古董味咯，呢啲系表啊，就唔系好有唔古系董味，一望就见到似少啲六见，七十年代噶啦。咁但系佢就唔系真正咁嘅旧嘅，dashboard，系啦，呢啲叫做系咪属于叫做复刻版咧？就唔知啊，但系咧佢原价咧都要50000几嘅，但系个二手价好正嘅，好抵原玩价50000几嘅就呢只，嘅，系系啊，啊，唔贵噶，因为佢个 size 啊。我以为好贵添，话晒都成只实金，唔系佢讲嗰个年份就系而家应该唔止噶啦，系，系啊系啊，佢嗰个年份嗰张，因为佢有埋张购买单嘅，咁佢张啊单写住50000，好似57000咁上下啦，哈，啊哈，冇错，连哇，埋单嘅呢只咁呢个都有，实金嘅咁特别嘅款式劳力士，咁有几多钱咧？呢个二手价？咁呢只劳力士系 full set 嘅2018年表，咁有卡有盒，咁呢只表嘅二手价系36800蚊。哇，36000几嘅，原来我以为系我啊，一初只以为好贵金添。标嘅路系啊，一只哇塞，实金金标标，嘅路，即系我已冇经错啊！唔讲劳力士嘅牌子啦，我净系讲一只实金嘅表，你话30000零蚊，你真系再买加其埋他劳牌力子士嘅嘅，牌子，冇错。原来系30000零蚊啊！真系系啊，抵玩犀嘅利呢只，犀利，仲所要以大 full 家set，唔好仲要错 full 过 set，呢个即系劳力士，如果呢个系即系系对系金表有情有独钟嘅朋友咧，即系要值得考虑。咁啊，实金仲要劳力 size 就系34mm。34，同埋差唔多啊，金表通常都系咁上下 size。好少揾到 full set 嘅呢只表，系啊，多数正标噶。如系果咯，呢净啲见到劳力士呢表个盒咁特别嘅，咁啊，真系少见，有啲咁系长嘅盒。行货嘅 full set，长条盒真系少见啊，系啊，3万几啊？36800啊？三三六六千百零八啊？full set 嘅三万劳六力千士八，哇！买到一只咁特别嘅劳力士，就系全金啊，实金表啊，加埋系鳄啦，鱼皮蛋啊，哇，正！正正正系啊。好，咁啊，值得入佢手啊呢講只。就34mm 咯，但其實上手似36嘅呢只嘢，係因為佢哇！個殼型問題啊，係四方啊，形。因為個殼型問題啊，佢個甩比較長啲嘅呢只表。好，另类少少嘅劳力士，抵玩嘅全嗯，金。如果俾我咧，就配條黑色嘅皮帶。不過而家都好靚噶啦，唔系，梗系要 keep 翻条鳄鱼皮带啦。係咪就 keep 係啊。翻原裝唔用咯？跟住之後咪整條黑色嘅，通係啦常係都係啦。咁。
咁今日就介绍完好啦，啦。咁啊，今日差唔多都介绍咗好多呢个二手啦。咁啊，有兴趣朋友咧，咁就记得要 cap 图啦，最好就系、系啦，是、或者冇错。check 清楚有冇先至落去铺头睇下。系好啊，系啦，今啊。日咁上下啦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好，大谢家，好啦，晒。好，拜好，拜。拜拜。